人生随感，潇洒，作者张春雨。提拎着重重的包裹来给他送广告传单，这是合租的一个顶层八楼套房，简易的包着铁皮的木门，发暗的墙壁，简陋的房舍，顺着走廊到头来到了他们的房间。隔壁房间是小两口和两个孩子住，更加简陋的陈设简直无法落座。两张单人铁床，长短不齐，高矮有别，并靠一起，占据半个房地，守着一个角落，状如双人床，上面是一摞被子，床的旁边是大大的一张旧圆桌桌面，底下用三个凳子支撑起来，离地大约膝盖高，靠在屋的另一个角落。桌子上摆着电锅和饮食器皿，还有一个塑胶袋以及牙缸等等，虽然极力的靠边摆放，也显示出无法掩饰的凌乱和极其的不协调。因为这些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杂物，几个旧兜和包裹等等塞在床下，他们偶尔的捞出来翻腾着讨些东西。水磨石的窗台上一个巴掌大的镜子置在上面，一个更大一点的旅行包占据屋里的另一个角落，最后一个靠窗边的角落处空空然的。抬眼一看，是屋顶此处漏雨，阴湿了很大一片墙壁。原来屋子潮乎乎的感觉是因为这个。简陋的钢窗非但形容不雅，冰冷的外表无时不在吸收着周围的温暖温馨的气氛。为了把一股捂了的潮湿发霉的气味放走，虽然是低温的天气，也还得敞开窗子，更使这个北面朝向的破烂小屋冰冷清凉。而且说不准啥时候屋顶还有剥落掉下片片的白色涂料，那也是漏雨的结果。一位女孩跪倒爬起的，或蹲或坐或者半匍匐的，不断变换姿势的在床上忙活着。周围是很多的信封，还有各样的邮票，还有以他列印着地址的复印纸。他在发信给很多地区的公安、法院、政府部门的人员发信，不断变换着笔体，不断更换着钢笔、油笔，不断贴上不同颜色式样的邮票。不言而喻，他是在把大法真相发给这些相关人员。这是两位置身他乡的女大法弟子的住处。据说床上发信的女孩是一个重点大学被迫中途辍学的学生，去过天安门，蹲过监，坐过牢，如今为了生活寻寻觅觅地寻找工作。他刚刚辞掉了一个售货员的工作，因为不只是工资低的问题，主要是耗进去大量的时间，因此最终决心辞掉。勾起兴趣，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和自己同样型号的手机，他们用外接插孔连接一对小小的鸡蛋大小的音箱，这样就能外放了，也就能一起练功了。他们居然掌握着这样的先进技术，而自己一直是仅仅利用着手机的耳塞机功能而已。他们反复地问，吃了没有？吃了吗？我去做点来。他们一点不为身居这样的环境而多虑什么，而感到寒酸，而感到难为情，而感到不好意思，依旧在考虑别人是否劳苦，是否饿着肚子。两户共用的厨房狭窄简陋，拥挤不堪，挑剔讲究的人想必很难下咽这样地方端出的饭菜。他们当然是衣衫朴素无华了，看那个捉襟见肘般的兜子就知道全部的家当了。不过他们依然想着怎么救度更多的世人，怎么能使世人易于接受真相，不要抵触真善人。是啊，
人类发展到了今天，怎么就不知不觉地对真诚、善良、忍让都不能接受了呢？匪夷所思。世上不可理喻的事情太多了，多少世人能对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给予正面的、正确的理解呢？在这个小屋中，我的心情一直有一种沉重感，尽管没有表现出来。痛苦、幸福、人生、青春、心灵、相貌、精神、物质、知识、前途等等这些严肃的字眼不断地在大脑中跳跃。离开他们的住处，搭乘巴士的我默然地望着窗外，多少有些压抑的心情。忽然一幅巨型看板映入眼帘，猛鸟西服，潇洒人生。一位笔挺高粱，轮廓分明，头发帅气，嘴角坚毅，目光自信的男子，穿着笔挺，做出一副潇洒的姿势，略为仰脸地看着前方。真是潇洒啊。是啊，曾几何时，自己不也是追求潇洒吗？穿出自我，穿出自信，穿出个性，穿出气质，引领潮流。可是今天看到这些，想起这些，怎么就索然无味了呢？怎么就打不起精神了呢？怎么就感到平庸无聊，甚至渺小了呢？那么是不修边幅了吗？不是。怎么穿着堂堂正正，怎么穿着坦坦荡荡，怎么穿着干净利索，怎么穿着大大方方，怎么穿着不盛气凌人等等，这些是现在穿衣戴帽的出发点了。傲视群雄，功成名就，一鸣惊人，叱咤风云，挥金如土，万众瞩目等等，这些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，现在想起非但没有激情，感到很累很坠。当年的志向高远，如今的恬淡虚空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变化呀，这就是变化。感慨自己人生观的巨大变化之余，在行进的汽车颠簸中，脑海里不断浮现刚才两位同修的居室和眼前的灯火辉煌，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和巨幅看板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心中涌出的潇洒二字久久不去的脑海中徘徊挥之不去。潇洒的举止，潇洒的着装，潇洒的生活，潇洒的人生。潇洒，什么是潇洒？对潇洒一词似乎觉得陌生了，但是又似乎觉得有了更深的理解。灯火阑珊中，我汇入潮水般的人流，潮水般的人流中，似乎人人彼此彼此，可是内心的世界啊，真是大相径庭，千差万别。